我觉得妹妹好腼腆。妹妹，是我的胆子有点那个。你有没有结婚？还没有。有没有男朋友？有。我正想还帮他征婚呢。他竟然说有了。今天跟随我蹭饭的是情同手足的郑氏姐妹花，这位是姐姐郑琪，现任福祉风箱皇家工程妇女主席，后面的这一位是她的新妹妹郑慧。如果说姐姐非常腼腆，那么妹妹更加腼腆，姐妹俩都是典型的客家妹子，如此含蓄内敛的性格却选择出来跟我蹭饭。因为五指峰乡一年一度的茶叶盛会，我们得以相识。今天就由我带领腼腆羞涩的姐妹花下乡蹭饭。只要车子有点油，海哥带你量地球。大家好，我身处这片茶园，这片茶园也就是被我蹭饭的那位大叔阿姨家里。今天我受到黄沙坑村委还有这个乡长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炒茶大会，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看看这个茶叶从绿油油的到炒出成品茶整个过程我们记录下来。刚好那位被我蹭饭的叔叔阿姨也在这里。这一片都是你家的还是好几家人的？有几家人的。哦，这里就是我的。对的。哎，叔叔，你好。今天那边炒茶比赛，你还不去参加？我不去。为什么？啊，你的手艺不能外传。是，动不了他们。嗯，你传给他们了。你不是每年都参加吗？你还得过奖。哎呀，也是你去了。今年我就不去了。今年不去了。嗯。那我们先赶到黄沙坑去了。好。啊，改天来你家里吃土鸡哦。好，可以。哈哈哈。慢走啊。好，再见。我们往上面走走，走到那个桥，然后看看找户人家。你不是想挑战一下吗？嗯，还认识我这附近呢，真的。你看看，可能没人认识他。他就不认识。我肯定不认识。走。是吧？嗯。没人认识你对吧？有人认识他是吧？肯定认识我。那么就等下你打头阵，你在后面等下他蹭到了，你就跟着来吃饭就得了，对不对？是吧？我们你怎么称呼你啊？我姓郑，郑郑郑。你看我们俩像不像？我们俩像不像？表姐妹。亲姐妹。亲姐妹。你们是亲姐妹。是亲姐妹。亲姐妹。亲姐妹，你刚才介绍的那么隆重。不是你哪个大？我大。搞了半天是亲姐妹啊。亲姐妹。啊，确实，亲姐妹，你们就是说，
肤色还是有点区别啊，白一点哈，还是挺像。他们都说我认为你们是表姐妹，真的是有点像亲姐妹。那好，那妹妹带路，走。姐姐在村里就很多人认识你。是，我是在这里上班，就是差不多都认识。上班，如果在本村的话。现在是几点了？10:30，可能蹭饭有点早。刚刚好，为什么呢？现在刚刚好就做饭的时间刚好1个小时嘛，12点吃饭嘛。但是农村一般吃的晚一点。现在出了个小插曲，姐姐因为是村委会的，这里附近的人啊都认识。然后妹妹说不认识我，就我去，但是姐姐又想吃。我们姐妹一起蹭饭，对不对？只要想吃鸡。看来他们看我视频看了不少。现在我们准备开车去另外一个村庄，应该是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姐姐的。去那里，姐妹俩、姐妹花挑战一下。上车啊！真的很荣幸带着姐妹花两个去蹭饭。我们更荣幸坐上海哥的车。刚刚开始他还卖了个关子，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姐妹，但是细看真的很像。出发。怎么样跟陌生人打交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之前尝试过跟陌生人要水喝啊，要饭吃啊，要东西啊，有没有？不敢。要水喝有过，要水喝要饭吃就没有。那你就拿出要水喝的那种状态去要饭吃。好。看我视频也不少了，应该大致的能学到一点东西了，对吧？是。胆大心细，脸皮厚，能做到吗？能。胆大心细能做到，脸皮厚有点。妹妹比较腼腆啊，而姐姐还是大大咧咧的啊。是。毕竟是在村委会混的人。是。哪个村子，你说到哪就到哪。最主要，唯一的一点就是不认识你的。可以。啊。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熟悉吧？不熟悉。都不熟。是。那往哪走？你们说了算。开门的吧。开了门的吧。可能开了门的在家，别的可能都下地干农活了。我觉得还是妹妹大胆一点。走这边吧。好，那我跟着他们走。刚刚姐姐说要去找老房子。老房子估计好对付一点。找什么房子你们说了算，最主要要拿出你们的勇气来。就带着点小路走吧。啊，最主要姐姐妹妹都比较腼腆，第一次很羞涩，跟陌生人他们要过水，但是不知道跟陌生人怎么张口吃饭。姐妹情深啊，还蛮拉着手。哎呦，你带到厕所来了。哎，这里有位姐姐。阿姨，叫姐姐，叫阿姨叫老了。种菜呀、啊？种菊花。这个是那个药菊吗？不是，我也不知道，它是药菊。下一句呢？什么时候收工啊？你是这附近人吗？你是这住在这附近吗？是啊，我在村上。哦。你们是干什么？我们是来这边玩的。然后走到这边，看到这边。放一下。是。放一下。哎呀，至少做完这个。阿姨，干嘛笑我？放着，会被他们笑死。看看有没有人在家？那边有。阿姨，
这个。走一下。嗯。来，帮我冲土，来，再拖了，再拖了，兄弟。帮你挖土是吧？啊，可以啊。嗯，走去尝试一下。帮你挖土来，你家在你家吃饭啊？啊？帮你挖土在你家吃饭？那我家吃饭可以啊？可以啊，走。那我们真的来嘞？从哪里进来啊？那里有一个门。看来今天要劳动换饭吃。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啊！来，海哥，你先。不，这全程你们姐妹花的事儿，我只负责吃饭今天。我们是来这里玩一下的，阿姨。嗯，看他们两个长得像坏人吗？像不像骗子？他们两个？哎呦，这么漂亮的做骗子就不好听了。哦，那就对了。你这样怎么这样的照啊？阿姨，你很上镜的，很好看。好看。嗯，真的要有自信。啊，不好看，你们这个是辣椒吗？还是这个是东北辣的。嗯。嗯，他们两个是来干活的，不是来。给我过来，来，让我姐先尝试一下。来，来，你说嘛。哎呦，这小姑娘不要累坏了，你教我哈。好搓的很，是不是很好？是不是这样？啊，对对对。你有没有干过农活平时？没有。小的时候还是干过。这个洗功夫，但是种菜还是第一次。啊，我讲做洗功夫哪个都会。做死功夫谁都会。对，海哥要不要来试一下？我老腰不好。妹妹呢？我只能我帮你拿着，尝试一下。你也搓搓。想不想吃饭了？嗯，想吃，我得给干完啊。哎呀，你们穿的这么干净，我们搞了那个脏巴巴的。等下你应该看你，哎呦，怎么搞这么脏啊？很明显，妹妹没有姐姐熟练啊。别炒太多了，别炒多，炒少点了。以前小时候都是姐姐干的多一点，我妹妹要干的少一点。啊，你们是有姐妹啊？是，像不像？不像。不像。她们亲姐妹。不是。是，亲姐妹。是真的亲姐妹。快看，是。哎呦，我给你干完这个，我能在你家吃饭吗？可以吗？我家没有什么菜。青菜就行了，青菜都没有了，现在，青菜都没有了，你看是不是？那就麻烦了。这阿姨是要让我们吃土啊，青菜都没有。明显就是让你吃土。哦，吃点钱不行了，灌点菜，累死了。喘口气。那你们，你们都是千金小姐，来做这个土功夫。来，我来。为什么就挖这一边，那一边不挖？等下就往这里再挖这边啦，也下就不会烂那个土了。这个你不烧掉去？啊，管它不怕，买它去，要炒轻一点啦。哎，对。哎呀，大概几点钟做饭啊？我啊，要到12点钟才会做饭。哦。我家在下面呢。哦。在下面呢，不是在这里。家里一般几个人吃饭？两个，就跟你老头子，就是老两个老的，儿子他们都打工去了，留守老人，就是老人。阿姨今年60多了吧？哎呦，80了，哇，80啊！你相信了？不相信？不信了？这么年轻，好年轻，80了，70多吧？80多了，60多，对，是玩的。等一下把我们的妇女主席累趴下来。待我挖这么累，吃两碗饭哎。吃两碗饭他。很费饭。妹妹吃4碗。啊，那你呢？我1碗够了。一碗就够了。嗯。你要多吃的嘛。不要吃那么多，因为今天没功劳，我又没挖土，是吧？你要多吃的吧。我不挖土，我今天是他们蹭饭，我蹭他们的。太累了，累死了。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吃炒这个，粒粒皆辛苦啊，真的。确实。农民不容易。农村老表确实艰苦了，好吧。5个呀。啊。阿姨5个小孩。啊。哇。
几个女儿，几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一个姑娘，四个儿子，全部在云南。哦，都在云南。都不用干。对对对，我们的我没有读书，没有文化，就是累苦的。我们的儿子。聊到这个份上，姐妹花的第一次盛饭也算是基本成功了。哎呦，你看，看起像官费的呀！你看，哎呀，错了，吃的更真了。你看，这个是黄豆吗？这个，对对对，要回一下的这个土。尝一下，你们你姓什么？哎，小伙子。啊，我不是小伙子了，老头了。老头了。嗯。哎呀，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干农活的越来越少了，都机械化了。机械化了。嗯。我们没有工资还不是难呐，还不是难搞啊！说你们吃不完，完不完哈？吃不完。你们就好过日子。好。王娘。嗯，好过。哎呦，你看他除了撑得更深了，哎呦，嘿嘿，他除了在撑点，你看他挖得很深。你们是哪里人呐？嗯。我是吉安人。吉安人。嗯。怎么跑到这里？跑到这里来就是跟陌生人打交道，探索人情冷暖。你就是今天被我探索的人。我探索我们做做农活来探索我们什么？探索你做农活。做农活就是不好嘛，做农活的人都最不有能干的人了，最无用的人。最那个可敬可爱。我帮你挖完这个啊。谢谢你了，要出汗了。这半龙头真的被我挖完了，我以为应该可以吃到饭了，但是终归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没干个活都不知道累啊。我们也上过山的，我们这么老累了，有什么不舒服啊？啊、受不了了，阿姨。累死了。我几十年没干过这个了。哎呦，今天我是好运了哈。是。来。啊，我的媳妇管你媳妇，你看。我们今天有缘分，认识阿姨。谢谢你啊。啊，我谢谢你。我家又在下面，要不然到我家吃饭喝水。你又没有水，我不好意思没有饭给你吃，我家在下面。哦，下面那边有个分销店，那边你知道，因为在那边、哦、那边太远了。太远了。嗯。下来的。就在天龙下来的。对对对。那你们的车在那个比较吃饭门口。我们不要耽误阿姨干活。好、啊。我们再去找找正在做饭的。啊，不好意思哈。再见啊，阿姨。没有水。不好意思，麻烦你。啊，再见。姐妹花的第一次蹭饭就这样失败了，此刻的她们内心在想啥我能猜到八九分。告别勤劳的阿姨，我们只有继续寻找有缘了。此刻才看到鸡的两姐妹感慨万千，别说鸡了，能吃到饭就不错了。